哇，我都来。感情。就握起来，两个两个，两个两个一组。用力下来哦！我在说话。我们之前有讲那个三。看起来很笑嘞。笑死了。我们我觉得很笑的。今天笑了。哦，可以生。你也相信我？我爸以前改香肠。香肠。这次嘛，这次。不行。我是改配皮。可以改啊。我爸一起掏了十块钱，真的。我爸一起掏了十块钱，真的。这打的这打的，我好多摇。好多摇，好多摇。我爸一起掏了。我们什么？什么？来，那个我们讲过三角形，里面。可以做出一个最大的，对，那个圆叫做什么圆？对，内切圆，那颗心就叫做内心。所以那个点会到三个边，垂直的距离会相等，因为那三个距离都是什么？半径，都是半径。好，现在我们今天这个礼拜要讲的是，我要从外面来包三角形，从外面来包三角形。请问一下，我从外面来包三角，我要把三角形包起来。我会问你的是最大的圆还是最小的圆，还是最小？最小。我会问你最小的圆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如果来注意看啊 ，A、B、C， 前面这三条哪一条最长？目前 A、B 最长，下一个呢？BC 还是 AC？ BC， 不太确定呢。那个不当啊。这是 BC， 对不对？还差一点点。所以显然是比较长的。BC 比较长。所以 BC 比较长，再来是谁 ？AC。好，请问一下，如果要画一个圆包住我这个三角形，三角形。等一下，我要画一个圆包住这个三角形呢。好，包住。来，注意看呢，这样算不算包住了？算啊。不算。算啊。可是我可不可以让圆小一点？可以。可以。请问一下，我可以多小？刚好碰到它。刚好碰到它。好，那我要刚好碰到它要怎么做？这个是
我要怎么做？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刚好碰到？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刚好碰到？坐起来。我们所谓的碰到，我们所谓的碰到，我们所谓的碰到，我可以让圆小一点，对不对？变小了，对不对？碰到谁？碰到 V， 可以再小一点。可以。再小一点的话，可以碰到谁 ？A。可以碰到 A。应该再可以再变小一点。好，目前碰到 A 又碰到 V， 对不对？又碰到。其实目前是不是已经把三角形包住了？是啊。还可不可以让圆更小一点？可以。等一下哦。我现在碰 A 又碰 B， 我现在希望，应该说了，如果我想要碰 C， 如果我想要碰 C， 我要怎么调整这个圆？圆心目前的圆心大概是在，目前的圆心这个白色的圆的圆心大概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大概啊，对不对？我可不可以让圆再更小一点？然后继续把那个三角形包住，这样。所以，请问一下，我的圆心要往哪里动，才有机会让圆变小，然后同样又把三角形包住？我的圆心要往哪里跑？我现在目前的圆已经碰 A 又碰 B 了，对不对？当然希望我可以维持着碰 A 碰 B， 对不对？我希望我可以维持着碰 A 又碰 B 的情况之下来碰 C， 对不对？我不希望 A 跟 B 再次远离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我希望我可以碰到 C， 可是我又不希望 A 跟 B 被我拉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请问一下，我这颗圆心要在哪里跑？这颗圆心要在哪里？有人愿意上来画一下吗？来，圆心在目前白色的圆心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我希望碰 A 又碰 B 的情况之下，我希望还可以碰 C， 那这一颗圆心应该要在哪里吗？而且我还希望让圆更小，对不对？圆可不可以更小？有机会？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？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么有信心那个圆应该还可以再更小？因为它还没有碰到 C， 所以这个圆就有机会可以变小吗？对。有人可以讲得更具体一点吗？为什么我的圆还可以更小？圆可以变小，是因为它的什么在变短？半径，对不对？目前的半径有多大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大约行那么大。目前的这个白色的圆，最里面的那个白色的圆的半径有多大？这个也叫 P 好了。请问半径有多大？半径就是 P A。我可不可以讲 P V？ 可以。对不对？PC 呢？比较短。目前我的圆这一条的长度比这条长度还要怎样？还要长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想要碰到 C， 我的圆理论上应该还可以再更，应该还可以再更小，而且要往哪个方向去？这一个 P 点要往哪里跑？
人愿意上来的话，他们。第一次以上的试量项目，那你觉得更小的圆心会在哪里？包住三角形更小的圆心会在哪里？好，看一下它的猜测行不行？它不是乱画的哦。碰它又碰它，还可不可以再更小？还可以再更小，对不对？那个时针上的，绿色，已经放对。我现在要找圆心，我现在要找圆心。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最小的圆，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最小的圆。你觉得圆心会在哪里？刚刚我这个橘色画出来的圆，跟玉字这个画出来的圆，玉字画出来这个应该会比较小。知道我在想什么？因为它这一条红色会比我这条橘色还要怎样？还要短，所以它画出来也会比我小。可是呢，这一条长度跟这条长度，这条长度仍然比这条长度还要怎样？还要长。也就是说，这条长度还比较短，代表我有机会应该还可以再让你的更小。因为我现在希望在碰 A 碰 B 的情况之下还要碰 C。可是很明显，如果以这个点为圆心的话，我的圆大概到这，对啊，大概是这样，大概到这，还是碰不到心，所以我的圆应该还可以再更，还可以再更小，所以那颗圆心应该有可能会在哪里？在碰 A 碰 B 的情况之下要碰心，大胆一点，大胆一点，好，谢谢你。看一下它对不对，是不是它呢？在碰 A 碰 B 的情况之下碰 C， 请问它这个尝试好不好？好，很准哦，你给它一个掌声好不好？注意看啊，这个点在哪里？IGBC 这个点在哪里？其实你们偷偷的在做一件事情，刚刚预制上来跟数针上来，他们不是随便点的，要维持着碰它又碰它，这个点要在哪里才可以？要碰它又碰它，就是必须要让这个的距离要怎样？因为你要让这个点是圆心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段距离要跟这段距离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要碰它又碰它，所以这个距离要跟这个距离一样嘞。你要碰它又碰它，所以这个距离要跟这个距离一样嘞。这些是什么东西？等腰三角，你可以让我们画出什么？中垂线。这一些点在哪里？在中垂线上。
淑珍刚刚那个点为什么抓准呢？他刚好怎样？他的点的这个圆心刚好到 A 到 B 到 C 的距离一样，这一个圆。这个圆不是有圆规，很明显的比我刚刚画的圆都更小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再更小吗？好，现在进行第二题，上面有一个锐角三角形，上面有一个锐角三角形，请你画一个圆包住那个三角形，请你画一个圆包住那个三角形，画出一个最小的圆可以包住那个三角形，慢慢来就好了，不需要一次就完成目标，就像刚刚我一样，我也没有一次就画出来，我要画一个圆刚好，我要画一个圆把三角形包在里面，那一个圆最小，那一个圆最小可以有多小？淑珍没有上过课，对不对？来结束哦，传回来呀，传过去。动脑筋想一下，圆心，我们的关键在圆心到底在哪里？一次，你慢慢去做实验，你不要急哦，慢慢去做实验。我们一次要，我们要把一个圆包住，很简单的，就一个大大的圆就可以包住它了。可是那个这个圆太大了，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最小的圆，可以把那个三角形包住。哎，你可以刚好碰，可以刚好碰没有关系。那刚好碰，我刚开始也是先从碰一个点开始，对不对？从碰一个点，碰两个点，碰两个点之后呢，维持碰两个点去碰第三个点，看看可不可以让圆更小、更小、更小。啊，没有关系，你画到字没有关系。阿洛，你觉得这样子？再画一个，自己再画，就画在笔记本上，好不好？啊，要我画自己的面里面。要我。这样，分角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分角线的目的是为了画切圆，对不对？是要切边哦，所以是要在里面包哦。我现在是从外面包，我现在从外面哦。分角线的目的是可以切边，我现在不是要切边，我是要把三角形包起来。包住最困难的在哪里？我会因为谁
应该这样讲，那个圆的大小，那个圆的大小，那个圆对那个圆的大小，最容易受到谁的影响？最长的那条边，对不对？那这三条最长的是哪一条？是这一条还是这一条？不太确定，要比一下。我上面画的跟你们画的可能有点不太一样。以我黑板上的话，这一条是最长的。所以如果你看哦，如果我要画一个圆，通过这两个点，你的圆心又会压哪里？因为这条最长嘛，所以锁定它。来，先暂停一下。来，你目前已经知道怎么画的圆了，放下。这一条最长，对不对？我有没有办法画一个圆通过这两个点？有没有办法画一个圆通过这两个点？你会把圆心压在哪里？你会把圆心压在哪里就可以。一起来洗个脸。你会把圆心压在哪里？你会把圆心压在哪里？我要画一个圆，通过这两个点，你会把圆心压哪里？圆心会放哪里？再一方，圆心会放哪里？我要画一个圆，通过 B 点，要通过 C 点，请问我的圆心要放哪里？有这么困难吗？我的圆心要放哪里？我的圆心要放哪里？圆心怎么点出来？我的圆心要点哪里？来，等一下，慢慢来。那个，我不知道那个。那个叫什么名字？君字。我不知道君字怎么画出来，他一次就画了那个圆出来。来，来，我们先慢慢来。我要通过这两个点，我的圆心要在哪里，才可以通过这两个点？来，先暂停，因为重点在想法，不是画。我要画一个圆，通过，因为通过三个点太辛苦了啦。你要去秒，你要去找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对君字来讲太简单了。好，先慢一点哦。我要画一个圆，通过一个点很容易嘛，对不对？我随便画一个圆，要通过 C 很容易。可是如果我要通过这两个点呢？同学注意看，来看这边，我画一个圆，来注意看，我要通过这两个点，我的圆心会放哪里？我放哪里，我就可以通过这两个点。什么叫做中间？我放这里可不可以？什么叫做中间？我要通过它，还要通过它，这样有中间吗？失败了。我要怎么样呢？我一定要这么辛苦吗？我要到这里跟到这里的距离一样，对不对？我才可以画一个圆，通过那两个点，对不对？只有这个吗？可不可以圆小一点？我要通过这个点，还要通过这个点，半道理。自己可以画一个圆，对不对？我可不可以画圆画大一点呢？我要通过这里，还要通过这里，这样的圆比较大。圆心要哪里？你知道圆心要放在哪里？圆心要放在哪里？我要达到什么目标？才可以通过它，要通过它。我刚刚在量什么？这个距离要怎样？我刚刚在量什么？这个的距离要一样，我才有可能画圆的时候通过它们。对，我刚刚在量什么？这个距离要跟这个距离一样。我在画什么？
这个点在哪里？我要怎么找这个点？这个点在哪里？这个点在哪里？点在哪里？我要通过这个点，再通过这个点。我要从哪里找这个点？我要这么辛苦的找这些点吗？这个点在哪里？中垂线上。所以如果我要画一个圆，通过 B 点跟 C 点，我只要画什么线就好？中垂线就好。中垂线你会画吗？所以我只要 B 点跟 C 点，中垂线怎么画？做几次？做两次的什么？这里有一个等腰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一个等腰，根据对称。请问一下，这一条线在讲什么？先注意力不集，先看这里就好，先看这里就好，不急不急，看这里就好。安迪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还是你快睡着了？快睡着了，对不对？想办法让自己醒过来，好不好？不然这一个对你来讲会变得白背掉。好。我要通过这两个点，我要通过这两个点，你的那一颗圆心一定会在这一个的中垂线上，你会有各式各样的圆哦。所以你画这一条的目的在哪里？这一条的功能是什么？这一条的功能是什么？小珍，这一条的功能是什么？这一条的功能是什么？这一条的功能，大家垂直平面线我知道。这条的功能是什么？到两端的距离一样。到两端的距离一样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我的圆心放在这个上面，我可以很容易的，比如说，只要我的圆心放在这上面，我一定会到 C 点跟什么 B 点的距离一样，我一定可以画一个圆。只要我的圆心放在中垂线上。所以我一定可以画一个圆，通过 B 点，通过 C 点，画出一个圆出来，一定可以通过 B， 通过 C。所以只要我的圆心，压在中垂线上，只要我的圆心压在中垂线上，我就一定可以画一个圆，通过 B 点跟通过 C 点，对不对？是这个圆。可以让它更小。我如果要让它更小，我的圆心要往哪里跑？要往上跑。要跑到什么程度呢？哪一个点适合呢？来，俊智上来帮我点一下。站。我这个圆形太大了，我可以再更小，对不对？来帮我点圆形。这个圆太大了。那个庭轩，圆形会点哪里？先不急，重点在想法，不是操作。有想法下去操作才有意思。我的目标是要把三角形包住，对不对？刚刚其实我画这个位置不太好。
学看一下，来同学看一下，这个点对不对？来这个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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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画出圆，通过 B 点，通过 C 点。刚刚俊智挑了这个点，通过 B 点，通过 C 点，他是不是挑的比我好？通过 B 点，通过 C 点，是这个圆这么大，不过再变小一点。我只不过我希望把三角形包住，我刚刚这个做了一个很不好的尝试，因为我目的是要包三角形，我就想画到这边来。他选的比我好，他这个圆至少把三角形包住了，可是能不能把它弄得更小一点？圆心要往哪里跑？往下，对不对？下到哪里去呢？要下到什么？要下到哪里呢？要下到哪里呢？要下到哪里？你觉得它应该下到哪里？只要在这，只要圆心在这上面跑，我画出来的圆一定会通过它，也通过它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希望也要包住它的话，也要刚好碰它的话，你要刚好碰它的话，我要怎么做呢？我猜测，如果用猜测的话，大概可能会在哪里呢？大概可能会在这里。就这样用猜的有点辛苦，能不能明确一点把这个点点出来？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把这个点点出来？如果这个点。显然不是在这里，我往下的话，我的圆可以画得更小，对不对？我的圆可以画得更小，就会比刚刚俊智画的那个更小，然后有机会刚好包住三角形，刚刚好包住就好，刚刚好包住就好。那我怎么把这个圆心找出来？我知道圆心在这条绿色线上，难道我每次都只能这样用猜的吗？慢慢猜吗？猜到刚刚好距离一样。我可不可以明确一点得到这个点呢？可不可以直接得到它呢？就像刚刚我们要通过 B 点跟 C 点，我就画中垂线，我就知道圆心在这上面跑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如果还要通过 A， 我的圆心要怎么样才可以确定圆心的位置？先把这些都擦掉。把那个圆擦掉，再来，分角线的好处很重要。分角线的好处是我可以画一个圆，切它。分角线的好处是到它的距离跟到那距离一样，不需要从外面包进来。分角线是在里面画。分角线的功能是到边的距离，所以最后顶多你画出来的圆是这样画。我画一个圆，刚好被包在里面，最大的圆包的这么大。分角线的焦点，我画的那个圆被包这么大，最多可以在里面这么大。可是我现在是要你从外面把这个三角形包住，所以不是画分角线。
好，现在我们知道，如果我要找那个圆心，如果要找那个圆心，我会选择一条最长边，对不对？我要通过 B 点跟 C 点，所以我会画什么呢？我会画，因为我知道圆心要在中垂线上走。所以只要圆心在这上面，只要圆心在这上面，你一定可以画一个圆，通过 B 点跟 C 点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现在也要通过 A 啊，我先让圆最小，我先让圆最小。如果要通过 A， 我要怎么做呢？我现在这一条线，这一条线让我办到。刚刚好通过 B 点跟 C 点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还缺它，然后我先让圆更小一点，我先让圆更小一点，我要也要刚好碰到它，我要怎么做呢？我要通过他们两个，我就通过什么线？中垂线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不可以这样子想？我要通过它。也要通过它，要做什么线？重申起来，站一下。我要通过它，我的目标是通过它，最后再通过它，对不对？那你不就是可以这样子想吗？我通过它，再通过它，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想？我通过它，再来通过它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要通过它，又要通过它，我是不是就是做什么 AC 的什么中垂线？所以如果我去做 AC 的中垂线，你会发现我不能太小，会怎样？太小会碰不到，太大我不够长，太大我的尺不够长。太小碰不到，所以我的焦点可以在这里。这一条线有什么功能？这一条线的功能是什么？可以什么？可以通过 A、C 两点的什么的圆心位置？圆心你只要，在这上面找，半径随便你。都可以画一个圆，通过 A 再通过 C， 对不对？这一条线是什么意思？可以什么？可以通过谁？可以通过 B、C 两点的圆心的什么？圆心的位置。那他们的焦点是什么意思？可以通过什么？对，可以通过 A、B、C 三点的圆心位置。来，所有人把这个完成，包含文字。做中垂线。边的距离，我现在是要包那个。
出来。我真的看不出来。做深核线。做深核线。没有人记住，做深核线，被画深核线的子规，不能说画深核线。来画中垂线呢，把黑板最左边这个的图，我的做法是这边一条中垂线，这边一条中垂线，这一个点就可以当圆心，拿这个点当圆心就一定可以画一个圆，通过 ABC 三个点，用尺规做图哦，用圆规。中垂线，中垂线就是画两个等腰。画两个等腰。对，对，这个或者是这个都可以。不是，中垂线，来，你看这两个点为端点，做一个等腰，做一个等腰，这边再做一个等腰，做两次，等起来，再做两次，做两次。做中垂线，中垂线跟分角线一样的，做等腰就好。我要做它的中垂线，利用等腰三角形对称的特性。两个等腰，它就有得到那个对称轴的那两个点可以连起来，这一条就是中垂线。画两次等腰就是了。我黑板上写的这些文字一定要写哦。这一条线是什么意思？这一条线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点是什么意思？一定要写。自己在画什么，一定要完成，黑板上的这个图一定要完成，完成给我检查才可以下课，就是这个，然后这一本要交互让你们都收集。这一张完成了直接拿到前面来给我，我一个一个检查。不会称为 I， 因为是从外面包进，外面的衣服怎么讲？外面为什么 outside 对不对？所以外面是用 O， out 所以用 O， 那一颗圆心可以用 O。 红眼你要知道吗？你帮你画好了吗？写好了吗？等一下，为什么觉得怪怪的？现在中学线我觉得怪怪的，你的焦点怪怪的，你的那个东西怪怪的，中学线画好，这个是中学线，可是这个的中学线画好，我觉得你这边怪怪的，这边没有等腰的感觉，应该会有这样交叉的感觉，应该会有对称的。